这是要练成麒麟臂啊，有点累啊。然后我们那个啥云台，这个就是这个，所以优势就在它是最小的前三种云台。这浙江走路是江苏，不用骑自行车应该啊可以，但是就没有取景器了呀，你就看不到构图了呀，安全感。对的。把它标榜专业，网友就要专业一点啊，给这老人这个景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怎么起吧？来，九块钱吧。来，九块钱吧，九块。
¿Qué pasa?